总经理，这个文件您信一下，记得要。啊，你脸太歪了，太过分了吧，还笑我，怎么可以一点情绪都没有？啊，因为我没有在暗恋纹身啊。哦，是他们这对 CP。那我要你鬼屋，我也想啊，还是开门让我进去。嗯，不要伸手放衣柜里，明明住在身边，却看得到，摸不到。我也觉得很惊讶。涂抹两下。好啦，你再躺一下，我说话就这样。因为平常你都在吐槽我啊，然后这段感觉就是被逼着讲说我的。其实是要问你，还是怎么照顾你？你很认真，我很真心哎。有啦有啦，我看到哎。妈，是我自己做的好吗？你？哇，我看到这套衣服，哦，我就觉得。所以想到了，等一下。还有不平等公约，啊，这大骗子！好了，那你有什么照顾的感觉？好了，再见。太小气了。三年前才这些，突然间立即性小心要过一阵，要太累。没事啊，我刚好弄的挺好了。既然都好了，那心情应该没关系吧？嗯，没事啊，这里没开锁。最小弟弟吗？哎，哇，你头发，哇，哇，我刚刚看到，怎么没了？什么东西？我幸亏我穿上衣服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往前的。你说啊，怎么没了？我只能说我第一次没有说我不要。你就恶心的东西，真是的。可遇不可求。哇哇，好酒量。对啊。好爱我。我不要。这很明显就是。自己有预谋，预谋什么？是你太单纯了，是你太不单纯了。我有一题要问你，是，你跟总经理现在到几垒了？
心机嘞，你说棒球？不是啦，我是说你有没有？哈我只能说我第一次没有做主意哦。